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快乐宝贝儿童英语大课堂，我们要开课咯。找不到我的裙子了，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。爱我的 can't 不能 found 找 my dress 裙子，我找不到我的裙子了。 I can't find my dress。 你的裙子在衣柜里呀。 It's in the closet。 它在衣柜里。 It 它 closet 衣柜。 In 里面。 It's in the closet。 它在衣柜里。小朋友们，下次你再找不到你的裙子了，你就可以这样问妈妈。让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遍吧。我找不到我的裙子了。I can't find my dress. Can't 不能 found 找 dress 裙子 my 我 I can't find my dress. 我找不到我的裙子了。It's in the closet. 它在衣柜里呀。T 恤用英文怎么说吗 ？T-shirt, T-shir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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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-shirt. 今天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，记得点击关注我们。让我们下期再见吧，再见。